每个人都优秀，来来，你啉啦，你讲叫我啉啦，这个真嗨，都想要啉啥嘿呢？我就跟你讲哦，我巴上坐会啊，目睭不好啥看，互你看，这细字的呢。咱斗阵谈哈，第25届台北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，哎呦，你听，一起来。王国杰 ，fuck， 15年前，哎，我在台北电影节拿了最佳新人，现在我34岁了，我终于拿到了。谢谢评审们，我现在终于敢看你们了，那我现在才知道你头发变直了。我想要谢谢君阳，谢谢导演，这个奖是我跟你一起的，然后谢谢你信任我，然后你给我很大的空间，然后很大的支持，谢谢你君阳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奖。然后我想要谢谢耀华姐，我每次演的电影都害你赔钱，但我这次拿到奖了，对不起。然后我想要谢谢所有一起的团队，不管你们有没有得奖，在我心中你们都是最优秀最好的，一起，没有你们不可以，缺一不可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一起。我想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经纪公司，张全，我得奖了，谢谢大家，恭喜得奖者，也谢谢颁奖人。